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市盛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郑先娟。我们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瑜伽运动装备等产品的综合型企业。平台挺重要的，但是呢，跟平台相比的话，我觉得是公司的产品力是更重要的。那我就拿我们之前的一个客户来举例，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刚跟中国制造合作不久。然后我们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客户，他是一个初涉入瑜伽产品行业的一个公司，基本上算是个小白。那么也是凭借的我们盛德，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瑜伽的一站式的一个采购服务，比如说我们帮他做设计，帮他做产品，就是样品，帮他去做一个就整个方案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提供的。他等于就是我们根据他的一个销售渠道以及他的一个意向，我们去给他打包出一个产品配置单。所以说在整体的一个沟通短短3个月之内，客人就决定给我们下了一个40 HiQ。 那么客人也合作到现在是第4个年头，我们基本上把他所有的瑜伽产品能够合作的一个内幕全部合作了一遍。那我是觉得说在这过程中，客户也是认同我们的一个产品力跟我们的一个服务。所以跟平台相比的话，我觉得产品相对来讲会更重要一点。我爱你中国制造，让我们为中国制造点赞加油！中国制造 YYDS。